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，一定有或多或少的烙印，或多或少的伤痕。我们只有求我们的主来医治、安慰我们，来扶持、保守我们，能够走过创伤，重新站立起来，经历水火，却没有全身扑倒，仰望我们的主，继续前跑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。阿门。